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肖峰，欢迎您收看《风里夜话》的节目。今天我们因为我们摄影间呢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节目太多了，我们优秀的节目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出了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所以我们推迟了半个多小时，再向大家呢表示一个歉意。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我们今天邀请到呢是张文吉教授，今天我们请张文吉教授来呢做客我们节目，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美国疫情出现反复，而且白宫的讲话也出现反复。白宫的讲话是随着疫情在变化呢，还是为了大选的考量？今天我们邀请张教授跟大家做精彩的分析。张教授你好。肖峰好，各位听观众大家好。张教授，就在过去的一个周末有两件事发生，我很应该说对美国民众来讲还是蛮关注的。第一个，大家突然发现我们的总统终于戴口罩了，哈哈，这件事儿我都忍不住，我发了一篇这个微信，这个正面的表扬了一下我们总统，终于把口罩戴上了。第二件事呢，因为我每个周日的早上我都会定点收看美国三大甚至是这个四大新闻网的这个早间的政论节目，因为每个星期啊，星期天早上8点钟到10点钟这个时间呢，是美国这个三大电视网加上 CNN 的早间的政论节目。在 NBC 的政论节目 Meet the Press 这个节目当中呢，主持人 Chuck 访问了美国卫生部的助理部长 Brett， 这位 Brett 好像还是一位军人。在访问中，我很吃惊地听到他对 CDC 的防疫专家 Fauci 博士表达了一些不满，甚至有一些批评。无独有偶，在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周一的早上，当了 Trump 总统公开的，根据美国 NPR 新闻网的报道，当了 Trump 总统又公开的对这个 Fauci 博士表示了批评。批评他呢，结果大家觉得很有意思，说这个你看他在最早的 CDC 的 guideline 里面，他说了，只有你感觉到你身体不舒服或者你生病，你才需要戴口罩，否则你是不用戴口罩的。他说不戴口罩不是，就意思是说不戴口罩不是我的错，总统已经意识到不戴口罩是造成美国第二波疫情反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现在他甩锅，又把这个不戴口罩甩给了 Fauci 博士。其实 Fauci 博士无论是记者招待会，还是在他的这个接受其他的公共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对戴口罩一直持一个正面的态度。我的问题是，张教授，疫情反复，除了威胁到很多人的生命，让很多人的生活不方便，也让很多州重新再开放又不得不在关闭之外，疫情对总统的大选也产生了某些威胁，好像总统这个时候又把这个疫情的反复，一开始先是甩锅推给了中国，现在又推给了自己的 CDC 的防疫博士 Fauci。 我就不知道张教授您怎么看我们总统面对疫情他的作为。我这一次的疫情啊，美国搞得这么糟，是川普不可推卸的责任。嗯，但是呢，你从川普的这个的过去的作为，你就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呢，是一向是以他的 mission oriented， 就是他的目标啊，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当选。当选嘛，所以呢，不管是谁，那个他用人也是这样子，他不用你的，他用你的时候啊，你是天下第一，都是优秀的人。对，当他不管什么原因跟你分开以后的话，他也是翻脸不认人的，把你骂的是什么都不是。所以呢，福奇这个事情的话，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也不是意外，这代表了川普作为一个人呢，不要说做总统，
作为一个人的话，他一个基本的一种这个道德啊跟品质的一个非常大的缺点。这个我们可以跟他从他的重要的内阁官员，不管是当时的国务卿 Tillerson， 后来的国防部长那个 Mattis， 还有那个幕僚长那个 Bolton， John Kelly， 还有这个安全顾问 Bolton，OK，、okay? 每个人走了以后都没把他一文不值，所以说他被扶持的话，其实到现在为止还算是相当的客气，他完全是不同意。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代表了很多基本上的美国整个的就是西方的文化的价值观的一个问题。戴口罩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对啊。但是在美国，在西方，在欧洲开始也把它变成问题。在美国也是问题。可是呢，这个戴口罩是一个把它变成无限上纲，变成牵涉到个人自由。其实个人自由在一个社会里头本来就是没有完全没有限制的自由。你必须要在不影响其他人的状况之下的自由。嗯。所以呢，把这个口罩问题变成是一个政治表态，甚至变成是一个价值观的冲突，本身就是荒谬。这个荒谬是造成美国新冠病毒这个疫情的控制一直不能够有效的一个最大的原因。现在不管怎么样，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当日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七万了 ,OK? 七万多。对啊。你开玩笑吧，这个比一个月前的最高，那时候的前面的最高值要高个三万人，两三万人，对，我觉得这个东西，那么川普现在来要甩锅，还否清责任，要把变成是福奇的错误，但是你只要这些东西都在记录上面嘛，你就看那个白宫那个记者招待会，你把它拿出来看，是看到谁是因不一致的人，那就是川普自己，所以川普给他自己啊，又挖了个大坑 ，OK。哎，我还记得有一次，他记者招待会，他说啊，你们愿意戴口罩可以戴啊，然后最后还加了一句话啊，反正我不戴。所以呢，他现在也了解到这个疫情的扩大，特别是对于他的原来领先的州 ，Florida。Arizona、Texas 跟 Texas 都是个大灾区，没错，尤其 Florida。所以他现在应该非常紧张。而且这次我前一段时间 Florida 的那个州长接受媒体访问，他还特别骄傲的说：“哎呀，我们 No matter what, we're going to open， 就说不管怎么样，我都会这个重新开放。”现在。佛罗里达现在每天的这个新发病人数仅仅次于加州，或者说跟加州不相上下，就是表现出来，也就是显然戴口罩原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个人选择的问题。大家有时候我不太赞成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口罩什么价值观呢，什么就没那么严重。戴口罩你戴就戴了，不戴就不戴了，这也没什么。但是问题，这是疫情的情况下，为了你自己，为了家人，你也为了周边的其他人，你戴个口罩能有多麻烦呢？但是问题不在这儿。其实这个问题背后反映了，尤其是 Donald Trump， 你是作为一个总统，当你为了满足一部分人不戴口罩的愿望，你自己坚持不戴口罩，姑且不论你个人的这个观点是什么，你为了选举，为了迎合某些人，你不去戴口罩，但你忘了，你除了是一个总统候选人，你还是一个现任总统，哎，所以当了川普总统最大的问题，给人感觉就是你在抗击疫情期间，他把自己当成了总统候选人，没有把自己当成了总统，这个大家就觉得说很怪了。你应该是考虑到3亿5000万美国人的利益，而不是考虑到那部分
这个非常 stubborn 不愿意戴口罩人的利益。可是由于他不戴口罩，显然就像刚才您讲的，才几短短一个月之前，大概十几天前二十天前，也不过每天才两三万人，大家还认为说，哎呀，到了七月份，哎，两三万可能变成啊一两万，一两万变成几千人，美国疫情也许好。突然最高到一天新发病例要七万，当然跟这个开放有关，跟前一段时间上街游行有关。但是如果你戴了口罩，相对来讲你就会减少很多人被感染的机会。这就是我以前在你节目里谈，就是说这次的新冠的这个疫情啊，把东西方的整个的价值也把整个的抗疫的方式完全表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检验。东亚国家，这个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的国家，基本上都控制，受到控制。是。那么，但西方的国家的话，开始的话都没有控制。那么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巴西的现在总统。巴西的总统呢是川普的第二，他是巴西版的川普。他也一天到晚讲说，哎呀，我们没问题的，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会生病。结果呢，他自己的幕僚很多生了病，也不管了，他自己现在最近生了病。对。所以我那么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前两天那个看到新闻。他说有一个不哪一州的一个年轻人，他一直认为说，这个讲新冠病毒啊，都是人造出来的 hoax 讲的是，所以他那么美国年轻人的话很多表示自己体质好或者没有问题，所以彼此要聚集，故意要聚在一起，而且彼此说看谁能够会先得到，他们认为说年轻人得到要没事，可这个老兄的话快死了，他已经死了，他死之前他特别要求，他说他犯了错误，这个病毒啊是没有什么歧视性的，一视同仁啊，各个种族老白人啊并不是就不能够受感染，所以他说他希望在死前把他的这个例子给年轻人讲，让大家不要犯这个错误。所以呢，我想川普其实这刚那三月多的时候，他还是很希望跟这个福奇啊，跟这个专家们配合，对啊，希望能够控制住。结果呢，他耐不住嘛，他后来这个他就太过早的，这个没有科学的，因为他这次事情看出来，就川普这个人是没有纪律，没有科学，口号治国，这个东西的话，他以主观的意愿来对抗这个客观的这种的威胁，所以呢，他的失败呢，我觉得是已经是不可避免。所以啊，这一场疫情，其实当然这一场疫情在美国变成这样，其实也让很多人都跌破了眼镜。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张教授讨论过，美国作为世界上无论是医疗健康，无论是按照个人还按照国家投入都是最高的国家，也美国人也号称世界上这个医疗品质最好的国家，更号称这个世界上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但是大家发现现在美国同样一场疫情，在全世界国家里面，美国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到现在我不能说也许不是比例最高，但起码你的人数最多，已经死了13万人了。所以而且这个数字并没有停止哦，并没有说 is on the ceiling， 这就结束了，并没有，也许还可以到14万。哎，那就大家觉得说不可思议，美国打了十年越战也不过才死了57000人，三年那个朝鲜战争也不过死了也不到50000人，即使这个美国一战二战加在一起死的人数可能都没有这一场几个短短六个月的疫情死亡的人数多。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其实这里面也酝酿了民众的一股情绪。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共和党的一些精英们从一开始看不起 Donald Trump， 或者说对 Donald Trump 不屑一顾，
到现在后来把这种他对个人的这种 ego， 个人的这种 manner， 个人的这种行事风格来治理国家，结果让国家在疫情方面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所以很多的共和党的精英们都表现出来非常的不屑。在周末的时候我也看到他们采访了 Maryland 马里兰州的州长，这是一位共和党的州长，他都公开讲，他说我2016年没有把票投给 Donald Trump， 我这一次我同样也不会把票投给 Donald Trump。 他是共和党的州长，哎，你一个州的人，你的党员，你会对你党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所以我就说 Donald Trump 在疫情控制方面的做法的这种你叫无能也好，不利也好，确实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政治政见不同的对他的批评，而是一个民众包括本党同志都对他的不满。您觉得这对他的选情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认为说现在就是这个2016年川普之所以会赢，是因为拿了中西部去关键州，像那个 Pennsylvania、Michigan 啊、Wisconsin 这些州啊。嗯，这一次他可能都输。如果佛罗里达也输 ,Texas 也输 ,Texas 现在很接近 ,OK? 但是 Texas 的话他的看到这种 momentum， 就是这种动量的话，这种趋势的话，这个川普是在下跌。2016年的时候，我在你节目那时候之前，我一直认为川普会赢。为什么？虽然他民调落后，但是他的 momentum， 他的动量是往上升的。那这一次的话，他动量是往下跑。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在美国的精英阶级，美国的大多数人，除了那个美国蓝领阶级没有受大学教育的白人，现在川普还在领先以外，那么其他的阶级都没有领先。所以呢，川普啊，这次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在一个月前我就在你节目说川普会输，或者这次他的这个整个做法，他的就是昨天还前天，他的另外一个幕僚长，这个 M 什么那个什么，因为他也出来讲，他也认为说这个防疫做得不好，这个测试的手段做得不好，那么。我现在看不到，再从现在到今后，这个疫情啊，只会变坏，而且很有可能死亡的人数会超过20万。因为当时那个 Fauci 跟他说，如果控制的话，可能在10万到20万之内，如果不控制的话，可能会到200万。那川普说，你看看。开始很好说，你看看我们可能控制在五六万，然后呢现在一直失守。我觉得创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他自己。他现在很紧张啊，他现在很紧张。因为我一直收到创普的那个我以前捐给他钱，他这么常常说最近他已经是非常的一种恐慌的状态。为什么呢？我一天可以收到每两三小时收到他一个短信，希望呢怎么样讲各种方法，说你现在已经是头100名了，我选择的人头50名了，到这刚刚我都没有理他，最近说你头三名，头三名的不可能的，不，他头三名的意思说头三名的话我帮你变成什么，他反正用了各种方法，什么一下子你现在是已经是这个什么我们小顾问群啦、啊、还要那么电邮每天来一大堆。还有呢他不花本不惜工本呢、啊、寄给我每差不多每两天就寄给我一些他的那个很厚那个他的地权总部他自己什么人反正寄来的一些很厚的东西。有的时候我现在懒得看。
我是表示我讲的事情就是说，嗯，他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着急了。嗯，而且别忘了，你还不要，大家都千万别忽略了一个问题，他现在在到这个位置，国家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危机，说实话，这个不比一场战争轻松，而且关键是这场战争你还能够规划策划，而这他目前应对这场战争，他基本上是输多赢少，他的所有祭出的措施基本有效的很少。我看最近的 CNN 有一篇文章，就直接批评他，直接就跟他讲，说你到老告诉别人说你这个测试的样本人数全世界最多，其实大家发现你连一个国家的标准的一个测试中心都没有建立起来，你只不过是依照各个州自己测试的数据来发布这样一个测试人数，大家而且你还说，如果我们测试人数少点，我们的新发病人数就会减少，这不是鸵鸟吗？这就是非常荒谬的一句话。你想想看，他说如果我们测试少的话，我们人就不会那么多。你不是开玩笑吗？你要不要真的得到？你要解决问题，要得到真相嘛？他换句话说，要掩耳盗铃嘛？对，所以他这次这个问题太多。你刚刚讲说，这次的冲击为什么远比战争过去的，可能除了美国南北战争以来，美国从来没受到这么大的打击。没错，因为在过去这些人，他战争都在美国国外打，对不对？美国本土从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本土没有战争，那么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伤害。可是现在的话，这个瘟疫的话是直接打击了美国的全方位，打过美国的经济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就是几天前我看了个东西，六月的时候，今年六月，我们七月刚刚开始，不是一半，对不对？六月的时候，美国的这个他的那个什么，那个这是的联邦收了大概2400多亿美元的税，的收入，整个支出是收入的5倍。换句话说，你要借到这个差不多是将近就是9000亿美元的债，这一个月。Okay? 是。你如果这个事情六月还不最糟糕的，现在如果越来越糟糕的话，如果下来每个月都是9000亿的话，今年美国的这个国债的增加额的话，就可能他妈6-7兆美元。开玩笑。现在已经26兆了，我们的债务。是啊，他再加6-7兆美元。是啊。再加6-7兆美元的话，就30几兆，对不对？那么这个对美国的伤害，那么美国现在怎么办？就靠他妈联储会这个在电脑上面打几个数字进去。可这个事情怎么能够维持吗？那么现在美国的关键是我们把经济放在后面，还是回到我们这个疫情来看。其实这一次刚才您特别提到了一个，这次是美国的自南北战争以来国内最大的一次危机。其实即便是2001年的911，美国都没有这么恐慌过。而且当时的处理，应该说其实我对911当天小布什的处理和美国政府的反应，我真的非常的吃惊，做得非常好。当天说净空，马上就净空了，而且说这个主要公路上这个可以那个进车，大家马上就什么了，所以做得好。所以在过去的，我记得因为我可是做媒体的关系吧，也跟大家做访谈，其实我在跟您在访谈中我们也谈到，其实美国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智库学者都在提醒美国政府，要美国要重视非传统的安全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不一定是你来自恐怖主义对你的直接攻击，不一定是别人到你领土来打仗，而是其他的因素也可以造成一种国家的危机，像大型的这个自然灾害，像这样的一个疫情，都是这种。所以美国长期以来对这种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问题长期来讲不重视，再加上 Donald Trump 总统这个人，他上台以后就是一个信念，我要连任的根本什么，我要把经济搞好，所以我要让美国更伟大，所以一切，所以像刚才我们一个网友
在网上跟大家说的一样，他说嘿，他说当了川普总统做的一切只为一件事儿，就是为了连任。问题在这儿，现在大家发现了，以前就有一位纽约大学好像阿尔伯尼分校的一个教授，他自己夸口，他说我的这个，他有一个 primary model 啊，他说我这个 model 我可以预测 Donald Trump 有 91% 的可能性可以再次当选。我是完全不可能。对呀，我是高度怀疑，你凭什么呀？问题这个每个人，我们说每个人用 computer 来计算的话， computer 是那个业有一句话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没错，要你送他妈的垃圾进去，你出来就是垃圾嘛。你要相信垃圾，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这个美国的这次的整个的东西，就是把美国的最大的弱点呢给暴露出来。其实你美国的，刚刚你说了，应付国这个美国最强的就是美国的国防机构，军队机构还是运作还是非常的有效的。那么美国的民间的这种应变能力啊是很差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以前那个 Katrina 在那个 New Orleans 造成那个很多的，那是小布什当中，对，结果呢？Katrina 的话，美国联邦的应变也是一塌糊涂。那么 Katrina 完了以后一年多两年了，我一个侄女，她很热，那时候还在大学或者是刚毕业，跑去要做那个义务，跑到那个那边去帮忙嘛。结果他们发现一看，这两年，这个几乎两年一两年呢，没有任何的进展的，那个房子还是那乱七八糟，这就代表着美国的这个这种应变运作能力之差。我觉得我记得在2月28号的时候也上了你们那个那时候那个谁啊那位那个杨洋的节目，那是刚开始。那时候我就跟我那记得我当时回答他，我说那时候我们就认为说美国应该可以控制。我说如果美国不能控制的话，如果美国变成那个不能控制，那美国就惨了，不幸严重。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当你美国如果能够跟中国一样把这个事情局限在某个区域的时候，像武汉的时候，或者那么它可以打歼灭战。但是像今天这四面蔓延的话，以美国的这个组织的能力，美国的联邦跟地方政府的运作的东西，那么还有美国的民性，那是不可能处理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我认为这个灾害会延续到明年。Okay. 那么川普现在一心希望就是说给老百姓要奇迹出现，就是让这个经济能够复苏，学校能够上课。可是他这样搞下去的话，我并不是说学校不能上课或者经济不能上课，你要差别对待。某些州是不能够随便的，现在闹得最凶的州像佛罗里达 Texas 现南加州，你他妈还要再开放，你说在很多已经得到控制的州你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开放。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在世界上面台湾做得很好，中国大陆做得很好，虽然台湾跟中国大陆他们表面上政治制度不一样，可是你想说这两个为什么都做得好，这就不能不牵扯到一个人中华文化的影响。那么这一次病毒是很无情的表露出来西方的文化文明影响的区域都表现得很差。刚开始的时候在这种各种那个社交媒体的很多人讲，哎呦啊，德国那个欧洲没有问题啦，
然后又说什么印度人呢、啊？可能体质好，印度人什么？还有什么印度人宗教信仰的关系了、啊？什么吃牛奶了、啊？什么吃牛？什么还有什么什么牛粪了、啊？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牛的尿啊？什么玩意儿？所以印度人不会受感染。哎，现在证明印度是现在全世界最大的灾难的国家是美国，第二现在是可能是巴西。第三可能是印度，现在报第四还第三了。OK， 没有，印度排在第三名。印度大概每天的病例也在两万多。张教授，我们有一个网友提了一句话啊，因为我们刚才特别谈到，既然当着特朗普做的这么差，而且大家都有目共睹，特别是在防疫疫情方面，不仅仅是在这个亚洲，这个大陆，这个两岸三地四地，大家都做的还相对不错。可是为什么这个当了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做的嘛？这位朋友叫 Tony，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在美国的华人还在死挺当了川普？他认为真的不可理解。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也一直想请教你。其实我知道我周边的一些人啊，是支持当了川普，但有些人会随着这场疫情而改变了自己的这个看法，但是呢。有真的有一些人有那种好像说 no matter what， 他说 I'm going to vote for him。 我想这个问题啊，我也思考，因为我发现在华人特别是大陆来新移民里头有两个倾向，一个有些人的话是非常的，有一部分人是非常的挺川普，那么也挺相当这个认同美国极右翼的心态，那个拿着枪啦，可以那么抵抗啦，可以什么东西啦，这些控枪啦，这种理由。那么这是一个现象。还有呢，这些新移民很多对黑人呢，这个民权呢，我认为有一个不是很健康的这种倾向，就是常常把黑人呢讲成是一无是处，是都是敌人。我说任何民族都有优秀的地方，黑人有黑人优秀的地方，要不然黑人怎么选出个总统来了？黑人，你想想看看，美国的这次这个过去的民主党共和党的安全顾问里头，一个苏珊 Rice， 一个那个另外一个 Rice， 那个谁啊，川普的那个啊，反正是 Rice， 小布什的这个国务卿。对，两个都黑女人，对不对？是，而且这次苏珊 Rice， 而且还是呼声很高，有可能会做这个Joe Biden的副手呢。我这样想说，我觉得这方面反映了一些最坏的种族歧视倾向。其实我常常讲，今天很多中国人、华人从海外各世界各地来华人。能够在美国，不管是拿着永久居留，或者是变成公民，你必须要感谢的是1960年的民权运动。没错，没有民权运动，华人的每年的移民配额是少得可怜。OK， 嗯哼。那么这是一两百年的历史都这样。另外一件事情，今天的很多华人，因为可能不管什么原因。在国内赚了钱，不管钱有的是凭本事赚了，有的是故意之财。到美国来的话，在美国好去买东西，一看的话，我也是一个想就认同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极右翼的思想。嗯哼。但是我要提醒，今天你所住的买的房子，你所在区域，在不要讲别的，在1960年代的时候。60年前的话，华人都是不能进去住。你只要看看你的那个 real estate 的 transaction 的话，你就看这个旧的 CCNR 这种区闹每个社区的规则，华人是不被允许在相当多的地方。所以这个种族歧视，华人作为一个 minority， 在今天中美关系这么微妙的时候，你胡啊，这莫名其妙的站在这个违反这个反对这个人权的角度上，是非常
不聪明的，因为到后来保护你自己的还是需要由美国的宪法、美国的人民权运动来保护你自己。那么我想为什么华人那个，我在想，也许我想你可能更有资格回答，但我从我的想不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华人很多人如果是留学生的话，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出来的很多人时候，他们来是80年代中国跟海外跟美国相差很差很大的时候，一来到美国一看到哇天堂嘛。然后像是我后来凭着努力，凭着个人天赋或种种原因，在美国占了一席之地，很多主观的认为说这是凭我自己的本事，嗯，美国好的机会，那么这些机会是美国给我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人的话就很认同的一些这个被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论调全给遮得他眼睛，那么就认同了很多这种不是很客观的这种想法。那么还有一种原因，还有很多华人到了这边来了以后，那么有一些人是根本是不义之财，希望把这个大陆的钱逃到弄到美国来，OK， 希望能够在美国人生根保护他的这种钱，那所以他必须要表达的比美国人更爱美国，那可是爱的方法是不对的。另外有一批人是在精神信仰上很空虚啊，又没有中国传统的一些好的传承，到了美国来以后的话，就一窝蜂就信教。我信教不是坏事，个人信仰，但是他把很多那个福音派的这种很极右的观念呢，全部接受过来。那么这些人，美国的这种福音派的，还有美国的很多的一种，有一个，现在在美国，他们广为推广，就叫做是什么？犹太跟基督教的传统，这完全是违反历史的，因为在1000多年以来啊，这个2000年至少，从那个基督在传统至少1500-1600年的传统上，天主教跟犹太教是水火不容的，所以这里头我就知道。就是这种各种关系使得很多人的话那这样子。但是确实必须要有客观。对，您说的对，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客观的认知。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呢，当然也可能来到美国的，我也发现了每个来到美国支持美国的一些人呢，很多朋友呢可能自己的在美国的生活还不错，自己中国带了很多钱，或者是在这里做的还不错。大家是一种阶层的认知，缺乏一种对美国的真正的美国历史和美国社会的一个深刻的了解，希望他们更多了解以后，你才会发现，不是说你不该支持 Donald Trump， 也不是说不该支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而是说你应该更加多了解。除此之外啊，我们回到我们的疫情和选举，其实这次疫情，刚才您特别提到 Florida 这一次疫情非常的严重，不要忘了，不光是 Florida， 还有 Texas 疫情也非常严重。所以这两个州，所以现在呢，在这个选举当中，现在有两个特定的地域名称。在2016年，大家发现了一个新，有一个名称叫做 Rusty Belt， 生锈带。现在呢，又提出了一个叫 Sunny Belt， 这个阳光带。所谓的阳光带呢，就像 Florida， 这个 Texas 和 Arizona。Arizona 这三个州呢，最大的特点是，他们在过去再早以前是共和党主导的州，起码在2016年以前是共和党稳稳赢的州，但是到了2020年总统大选，这三个州很有可能会成为摇摆州。所以大家认为说，你连老的 Rusty Belt 那三个州都丢掉了， Pennsylvania 这个 Wisconsin 还有那个 Michigan，现在你这个 Sunny Belt， 如果这三个州你再丢掉的话，你没错，这都是人口大州啊！你像 Florida、Texas 都是人口大州啊，它的仅次于加州跟纽约州的选举人票啊。所以您怎么看他们的疫情和他们这个州的人数以及他们的摇摆，对 Donald Trump 不仅仅是个警告哦，现在恐怕他有点紧张了。
是，我觉得我是非常对川普的选情是非常不乐观的。你搞不好、啊、可能你的选举人票他妈的只拿个几十票，大败。你像那如果这三个州都丢掉的话，那么川普还能拿哪什么州啊？就是那个地广人稀的这些农业州啊，是是，或南部几个小州，你加起来可能嘛不到一百张票，大败。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共和党里头内部啊，其实我不怀疑，我其实在一个多月前在你的节目也曾经谈，不能够排除共和党的精英阶级的自救。自救什么？他说不能被 Donald Trump 把大家都拖死。是啊，所以呢就可能搞个帮什么迫使 Donald Trump 退选，或者什么原因退选。这个现在是很就是机会率不是很大，但是不要怀疑这个可能性，因为共和党的这个人呢、啊、经济已经包括参院的很多人已经跟川普拉开了距离。因为想想看嘛，我很多人要竞选嘛。如果川普变成这个票房毒药的话，那大家不是拉着被他拉死，对。所以是完全看这个今后这一两个月川普会不会有什么改善。但是用他的过去的这半年的记录来看的话，我觉得希望是很渺茫的。而且这次共和党，我看几位共和党的一些精英们已经毫不讳言的讲，他说我们已经不在乎总统能不能选上了。你当川普能选上，当然我们给你鼓掌，你选不上其实我们也不介意。他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共和党将会在2020年不仅失去众议院的控制，而且也有可能会失去参议院的控制。如果参议院众议院两个控制都丢掉，然后再丢了总统，那就变成了这个当年的这个奥巴马了。奥巴马的时候就是民主党控制了参众两院，而且还包括白宫，所以民主党通过了一个 Obamacare。所以这是共和党现在最担心的。所以党内传出来说，你最好的办法你现在辞职，然后把权力交给副总统，然后呢共和党推出一个新的，因为你可以不退选，但你可以辞职啊，你可以宣布辞职嘛。所以我说这个可能性是不能被排除的。但是我觉得美国的问题，不过这位仁兄恐怕不一定会这么做呀。我觉得现在美国的问题，这个两党谁出来啊，都没有不会真正的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要必须回归到现实，就是把美国搞了几十年搞糟糕的原因在哪里。我当时支持川普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几十年来的唯一的一个总统敢直面敢挑战这些过去的方向。对。可是呢很不幸的是他没有 ,he's not equipped, 他就是他的那个能力，他的精力跟他的思想不能够承担大任。所以呢我一直我想也前讲过，就说今天美国是一个结构大转变，或者说一个更好的词中文很难翻呢，叫做 paradigm shift。中国人把它翻成什么范式转移，这是绝对不对的。因为 paradigm is more than models, OK? 所以它更高的层次就是大的观念的转变。那么这个转变的话需要时间去面对，但不改变转变的话是这个美国的这个要讲扭转的是很困难的。今天很多人这次很多选举很多人对那个 Biden 啊两个烂苹果中间少一好一少比较要么少危险的一点。大家对拜登的话也很多也没有什么大那么大的信心。可以很多人肯定要抗议性的投票。抗议性投票我两党都不选。我选一个什么提一个选一个 write in, OK? 那么我前两天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啊他 write in stuck 的孙叶仙。他为什么？因为孙逸仙的话回跟林肯的那种，他是跟林肯跟美国的那种开国的精神啊，
是比较一致的。今天美国啊，要回到那个时候的精神，抛弃了这个金融寡头这个这种那个投机炒作，投机炒作搞现在美国，我真的不知道美国怎么办的。美国什么？如果今年美国的国债变成30几兆以后，美国能够永远把利率搞成零吗？现在基本上是利率零，所以今天的股票，对了，最近这几天股票莫名其妙涨，跟实质的经济毫无关系。唯一的原因是钱太多了，当然钱没有地方跑。我们联储会买了那么多公司的债券，公司拿到钱，他干嘛？就买自己的股票呗。没地方跑啊，对不对？是啊，没地方跑啊。你现在是买什么？你买这房地产，哎，大家也不放心啊。你要买其他的，买投的放在，现在没有，全世界都烂，你投资哪里去 ？OK，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啊，美国的股票市场或者甚至世界的股票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OK， 完全靠的就是世界各个银行啊的放钱进去。OK， 所以美国世界是进入一个大变局的时代。美这个民主党搞不出一个更好的人来，也代表民主党的问题。你说奥巴马不行，可是奥巴马至少讲话的话比较年轻，讲话的话还能够还能讲出讲，你不管他讲的真实不真实，但还能够 deliver。你看拜登的话，他的话都讲不完的。而且张教授，这个说到，既然您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先不管了。拜登，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一提到拜登，大家最担心的是，拜登如果明年1月20号接任总统的话，他就78岁了。美国选个78岁的总统，他把四年做完，他就82岁了。美国难道这些中青年40-50岁的人，难道就不能够治理国家吗？另外，除此之外啊，以前美国最引以为豪的，不是哪个总统伟大。美国大家一谈到美国，特别是这个东西方人在谈到美国，都说美国制度好，美国的三权鼎立也好，美国的相互制衡也好，美国的这个各项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带动了它的制度的稳定，让美国社会的发展，哎，又赶上几次战争，世界性的战争，让美国又发了横财。所以他认为美国，他现在大家发现，好像美国的好制度，还得人执行啊！你看看，选了一个奥巴马，选了一个 Donald Trump， 从2008年开始，美国这个颓势啊，就一直都没有回来过。除了一个美元一直保持一个坚挺之外，整个美国经济一直都没有好。反观你看现在这个上个礼拜吧，两个礼拜前，俄罗斯刚刚这个投票通过了法律，如果这个法律生效的话，像普京将会继续到2024年还可以再做两任，他可以做到，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做到2036年。而且不要忘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普京他在这个连任的这个修宪当中，他拿到了 78% 的人民的支持啊，这个是不得了的。是因为所以现在很多人宁愿相信一个人，也不愿意相信一个制度。所以我想请教张教授，这怎么回事？我觉得人跟制度都是重要的，但是我认为的一点就是说，从历史来看，从科学来看的话，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可以 last forever 的。因为制度一个可贵的社会，就是说你一直能够改善自己。那么你如果美国头100多年，那么你可以看它一直在进步。它的那个独立宣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历史的文献。那么他们讲的东西，有一个东西是人家觉得是说有一个启发性的东西。是，没错。那么现在的话，你也变成每个人政治人物讲的话跟他做的事情是两码子事情。每次讲一些空话里头好像高大上，但事实上做的东西的话，是狗皮道道的，对。是。所以我想说，你看一个制度，任何制度都是不满都没有 perfect 制度，能够改善能够修正的，那就是好的方向。讲了普京的前一任叶尔钦 ,OK? 叶尔钦是个酒鬼，他把苏联搞完了。可是他最后临走前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把政权交到普京的手里头，所以普京改正了很多错误，使俄罗斯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恢复了光荣，所以他才有那么高的声誉，对不对？那么这个这里头，我觉得现在世界上这个大问题，就是说必须要严肃的来讨论，来改正美国为什么走错。如果这件事情做不到的话，美国只会继续沉。所以啊，我比较悲观。对呀、啊，所以这一次的疫情让美国社会、美国制度、美国政治，甚至美国的医疗体系都暴露出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很多美国人自己都很诧异的，大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始终认为美国是不可被打败的，美国这个国家的体制又如此之好，我们的水平如此之高，科技能力如此之强，为什么面对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们竟然手足无措？”其实也不是如此，其实美国大家现在发现主要的问题是行政的一些处理和控制，以及引导民众的这些具体做法当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嘛。而且你这个特别是在开放与不开放的问题，现在就像刚才你也提到了，周末时候我看几个美国几大三大新闻电视网也在讨论，到底九月份中小学要不要开学。现在小学开学校开学不开学已经不再是一个这个教育问题，完全也不是个疫情的科学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现在完全大家在谈就谈的是政治，所以大家觉得，像我看他采访了一个迈阿密的一个 county 的一个 superintendent， 他说 why not， 他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可以做，但是说你要把现在的一个班三十几个学生变成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你得雇多少老师，你得建多少学校，这笔投入谁来付钱？但是他跟我对很多事情啊，不是一的哦，不是只有这个没有那个，在疫情的情况之下，不同的区域需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哦，学校的那种叫 OK， 如果一个班原来是坐四十个人，现在变必须要坐十几二十个人。那也可以嘛，就这个有些部分可以轮流嘛，有些班级就可以线上教育，对不对？现在 Zoom 的话呢，叫线上教育，然后大家 rotate 嘛，对不对？我的很多事情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说你不要把它变成政治，就是你死我活了 ，OK？ 是，这是美国最大糟糕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多事情都是你死我活，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网友说的很有意思，他说疫情反映出美国的这个制度的问题。其实美国制度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其实美国的还有很多的医疗制度，很多的制度恐怕就是在面对一个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危机的时候，就会暴露出美国制度上的有很多的问题。所以美国相信，如果美国能够在这场疫情之后能够痛定思痛，真的改正或者说更加完善国家的各种样的这种制度和必要的一些体制的更改的话，其实这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正面的。当然现在可能有点时间不等人了，因为如果美国经济到了明年年中还不能开放，而其他国家开放的话，那就不是美国有没有5G 的问题了，那就是说很多国家就会说，不是你要不让别人离开这个生产供应链，是人家要不要让你是离开生产供应链的问题了。所以这也是，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总统为什么这么着急，因为他现在说，如果欧洲国家按照目前的情况看，欧盟现在按照一步一步到九月份到十月份，欧洲准备到这个 Thanksgiving 之前基本就可以恢复正常了。欧洲如果在年底以前恢复正常，而美国还深陷在疫情当中，这个东西这对美国的压力将是巨大的，还不要说中国恢复得更快，而且现在很多外资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的股市，进入中国的投资市场，这对美国来讲，现在做的一些手段，本来我们今天还希望跟张教授谈一些中美关系的问题，我们留着下一次节目跟大家聊。其实现在这场疫情已经让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发生了变化，发生什么样变化？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邀请张教授为大家做精彩的分析。张教授，今天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谢谢肖峰，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大家。哎，希望大家哎，特别感谢我们的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我们广大观众朋友的收看。明天我们再定准时网上见。谢谢大家。